十二减 n， 为什么减二不是减n吗？是 n 减二哎，是 n 是十二吧？所以刚刚是对 n 结束就对了。对。哦，好，继续。这样。正的是1800，然后下一题是问说每一个内角总共有十二边形，所以除以二，除以是今天做钉钉哎。除以十二等于150。1800除以十二真的是150吗？哇，不能听阿敏问一下，阿敏不会除法，对不对，阿敏？60减50，80，赶快，还有10秒钟。没有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也不会除法。那个五十六，你8减2。你让他自己想啊。对，你下骹咧画休息的画线啊。等下算，等下算对就好笑了。对吧，我看一下你挡到了。哎呦，对哈，来，掌声鼓励。